有多开心，蚂蚁来了！哎呦，侧边是重点，侧边是重点，侧边是重点。这个镂空的性感啊！我跟他不会这种尴尬。来，下面一位。哦，对，南半球女王 Lara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哦，好来 ，Lara 来了，南半球哦。所以是南美风情的，比较这个啊，欧美型啊，南美南半球嘛，比较这个舒服的感觉哈，这个肤色也是有这个路线的哈。来，好，下面一位我们的 Q 酱准备好了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甜心 Q 酱，耶耶耶！哎呦 ，Q 酱这个身材已经有人在吹口哨了是不是？哎呦哦，厉害了厉害了！来，我不要挡到你们，赶快赶快！哎呦。这有特别把它弄短一点吗？为什么跟别人的长度有点不太一样？这哦，自己改的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心机心机啦哈！好，没有办法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来，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七七一奶乳妹娘沈七七来了，好可爱哦，小芝麻一奶哇，这样子的比例真的是合法吗？有注册过吗？有合法吗？哦，我相信。啊，应该不合法，不合法，那我们就来犯法吧！啊，尖叫声，耶！下面一位来喽，是国光女神 Kitty， 谢丽琪 Kitty 来了，甜美解型，气质正妃，甜美姐，甜美解型哦，这种类型的甜美解型的气质正妃谢丽琪，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你。等一下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娃娃了啦齁。来，这个侧面更是厉害了，你看刚刚蚂蚁侧面这个宽度，他这个侧面你有看到有东西吗？啊，有一条线，那个宽度真的是差很多了齁。接下来这个有明星脸的，我这样讲，明天蚂蚁绝对是发小的代表，我觉得啦，明天蚂蚁拼的他一定是发小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性感迷人小李玉芬潘维亚，欢迎维亚。那我刚刚记错了，原来潘维亚是小李玉芬，那刚刚那一位西维亚就是我觉得有奶针的味道。对对对。哦，来，潘维亚来喽。小李玉芬觉得有像吗？哦，这个性感火辣的之后呢，我们要来点清纯系的。哎呦，清纯多清纯呢！性感夜颜小鹿迷路了，斑比来喽。哦，原来清纯是名字而已啦，身材也没有清纯到哪里去吗？来，各位朋友，请欣赏。刚刚才在讲旁边霸选的这位，我完全没有看到线哎。哇塞！完全没看到线。哦，你看这个臀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都是看起来包得很好，但其实中旁边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，真是不得了，像金鼎电池旁边那一个那种感觉。好，来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美食甜心勾勾，欢迎勾勾来了，我们来看勾勾的旁边的线多宽呢？哎呦，它也是很窄的，也是很窄的，哎呦，而且它除了下面一路往上延伸，上面也是镂空的，哎呀，厉害了，这个真的是超级厉害的。看这个翘臀走回来，好，接下来欢迎到这位 Mickey， 欢迎。好，欢迎欢迎欢迎 Mickey， 欢迎 Mickey， Mickey， 耶 ！Mickey 明天一定会很想要换一件小丁，我觉得他今天是让大家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觉，哇！女孩小样来喽！还有人尖叫，她的后援会在哪里？耶耶耶！来，接下来国光女神来喽 ！Kitty 登场，欢迎！耶耶耶！在国光帮看到她，现在是大哥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哈，看到她吗？哎，来 ，Kitty 来喽！哦，这个侧边也是天哪，一人狭小，全部都没的耶，那里面是怎么回事哈？会不会是上贴下吸？哦，哎呦，听得懂吗？上贴。